miles away from my soul. Hello guys， 我平安回来了。我真的只能用“我平安回来了”这几个字，那人真的是爆干多哎。其实还蛮好玩的。你如果喜欢插画家或者文创工作者，我觉得你建议可以去晃一晃啦。原本我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1点多左右，可能台北人还没醒吧，所以人还没那么多。但是到1点半、2点开始慢慢人多起来的时候，到我最后离开3点，我那真的是忍无可忍，我根本就落荒而逃的出来，想看什么几乎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人头。我很不喜欢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没有去逛台北的书展。也是因为差不多的概念，就觉得反正我都只能看到人头，而且线上书展就还蛮便宜的啦，就不需要去特别去那边人挤人。今天的战利品当然不会走这个啦，第一摊我一走进去我就看到我想看的了，淡定人生。上一次跟啾啾写他们的文字重生计划，如果有抽到我的书的人，就是啾啾写跟超级歪他们两个人都有拿到一张就是淡定人生的明信片，我是用他的明信片去写文字交换的。然后他的明信片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这可能太小，他的明信片其实非常可爱，然后出很多，因为我是美少女战士迷，所以他画很多这种东西，是金星、月光仙子、木星、水星、海王星，最后是中二小屁孩，你看他还抱着很可惜没有火星，如果有火星就一套了，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原本的就是五大行星这样子，如果有火星就一套了，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散乱的在那边，然后一个木盒，然后一大堆让你这样翻找，然后它也不是只有这个系列，它画了很多像什么废物人生之类的，就是很多很废的蛋，然后都长这么鸡歪，这怎么能不买啊？这真的是我如果。我花了很大力气克制下来，让自己不要失心疯。如果他们有出我手机可以用的壳，我可能就买手机壳了。问题是手机壳就只有 iPhone 有 ，sorry 咯。钥匙圈也没有出美少女战士系列的。如果钥匙圈有出美少女战士系列，我可能又疯了吧？就是美少女战士系列还好，都只有这种简单的小贴纸哦，不然真的是这个一买下去也不得了。然后第二摊我就破产了。其实我也只有买2摊啦，我也没有买到很多。我其实这次就是特别为了他们去的。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有病系列他们家出的东西，这样子啊，它撕起来就会像这样，然后你可以粘在荧幕旁边。然后就可以在上面贴便利贴或是提醒事项。那如果你不什么都不干嘛的时候，你也可以就单纯的把它贴在萤幕旁边，就很像兔子在偷看你，有没有？我还买了猫猫的，就是我直接就买一组这样。那时候他们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超级想要，就没想到他们现场就有在卖，就刚好。我想要把它拿去贴办公室，因为办公室还蛮常需要这种便利贴的东西。重头戏的是这个，这个是。我满怀希望的有病信仰的画册，画册啊，画册！有在画画的人怎么可以不收？虽然我其实严格说起来没在画画啦，但是我非常喜欢收集这种东西，就是明明也是买来就放着，也没干嘛，但是就很喜欢供在那里，你知道？就觉得自己有收藏一些，而且它的东西这一本超精致，超精致，精致到我要哭了，你知道吗？啊，看。这是有雕刻的，这是兔的刻痕，然后猫咪的刻痕。这个光这个刀模应该就很贵了，可能比较看得清楚，就是它的刀工，其实我觉得蛮细的。然后第二层，
第二层是这样。这一个里面是他们自己发行的 EP， 他说短短四首在一起不到20分钟的曲目，诉说着三位角色的小故事还有世界，就还不错。我还拿到制作人的签名，无价好吗？有这个东西就是无价无价。To 五喵，谢谢特地前来哈利波菜，对，当然一定要是朝圣一下的啊，能够看到实体的制作人呢、欸，不然每次都没有机会看到。对，然后里面。里面是这样的印刷，这个你们说能不买吗？这个能不买吗？然后全部都是这种全彩的印刷，全彩的，欸，它的纸质很好，它的纸质是硬板的，有听见吗？后面还有漫画，天哪，这本真是太超值哦！大致上就是这样，这是我今天的战利品。然后随机 OK 场外加送一个玩座的春娇饮料，全粉红色，所以我就买了，买一杯来喝喝看。那个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来试试啊，对不对？这么有病，很适合呢。听说这一杯是那个叫什么仙人掌，仙人掌奶茶，就是奶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奶茶，它只是看起来是粉红色的，很厉害而已，但就是奶茶，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文博会大概就这样子。我也有去台湾霸的展览，就是台湾霸的摊位，然后我看到很多我很想买的东西，但还好我今天没带太多钱，所以到有病这一摊的时候我已经喷光了，就喷了差不多7-8%，就大概就剩个500-600块，然后就觉得不行不行，这样逛下去这个月伙食费一定是喷完喷好喷满，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应该之后还是会，我现在想明年还是会办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去到现场支持你喜欢的创作人。我觉得创作人碰到自己喜欢的支持的粉丝在第一线，他们自己应该会很开心，尤其是看到自己的作品销售一空的那种感觉，一定是给他们最大最大的鼓励。所以如果你要支持你喜欢的创作人 YouTuber， 用行动去支持是最棒的咯，不一定要氪金支持啦，但就是你能给他们一句加油，给他们一句关怀都是最棒的。我在暗示你们，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加油打气了。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用订阅代替掌声，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喜欢很重要，这是这种支持哦。右上角的资讯卡以及荧幕上出现的方框，别忘了帮我点一下哦，做你们粉丝该做的事吧。那我们就下一支 vlog 再见，大家拜拜。对了，我想要抽奖送出兔兔的明信片还有兔兔的卡贴，有兴趣的话在影片下面留言哦，我应该会从留言区中抽一个人出来获得这个东西吧，反正这是小东西就送你们咯。